瞓覺未啊？我嚟香港嘅時候咧，就係覺得好奇怪。我行李敦道嘅時候咧，有兩個男女朋友拍拖嘅，跟住嚟呢度嘅時候咧，佢哋咁樣。跟住我睇住嗰對咩，有一個人喺度嘅。即係你敦道嗰啲人喺嗰邊瞓覺啊！如果佢係一直搞，佢哋唔會做咁樣做嘅，我驚佢會咬佢啊嘛。但係人咧即係垃圾嘅咁樣，因為啲係人啊嘛，大佬。監我望呢三個字咧，就係監啊，因為我嘅意大利名叫做 Mella 啦 ，Mella 拉丁話嘅意思係蜜糖嘅。今次好望，因為我嘅一個朋友幫我玩嗰個名話，你中意好得定好望啦？佢話好望啦，因為我嘅大嘅希望就係第六啦。你咧就1948年出世，咁即係應該係啱啱二戰之後。咁你青少年年代都係五幾年、六幾年啦，嗰個時代嘅意大利係點樣樣噶？嗰陣時咧就係世界上發生好多事啦，比如中國有文化大革命啦。嗯。咁呢個文化大革命咧，好大好深影響我哋嗰啲就係意大利或者其他歐洲或者西方青年嘅思想。咁嗰陣時最先進嘅。嘅意大利青年咧叫做毛澤東派啊嘛，就毛派青年啦。咁所以我哋都吸收呢、這個即係好似不斷革命嘅精神啦。咁樣就係、是、而以前教會咧就是、都係多數係中產階級嗰啲人參加嘛。跟住以後特別係拉丁美洲或者其他國家咧，都係要同窮人一齊啦，咁同工人一齊啦。咁所以咧就係嗰陣時咁多影響咧，就係、是、都係使到我哋咧就要投入，就係我哋嘅社會嘅嗰啲最低級嘅人嘅生活，同埋同佢哋一齊睇下可唔可以進取啲嘅啦咁樣。我父母都係受尾話，佢哋好希望我留翻喺意大利做神父啦，因為意大利咁樣，如果你做神父咧，你可以同爸爸媽媽去同你一齊住噶嘛？但係以後我嚟呢度，如果係上主叫你咁做，咪就係唔緊要啦，你可以去啦。坐船去了那門城外學士，從意大利來到中國。很神秘的地方，很开明的人民。中国兄弟姊妹，我来了，在你们中生活。我都想跟啲神父呢，就是已經50年代、60年代咧，佢哋選擇做工人啦，就叫做工人神父，就係工廠做嘢。第一間佢話我哋外國人唔請，第二間話請，但係你一定要加班，夜晚兩個鐘頭係冇意思嘅。第三間啊，好啦，請你啦，15蚊一日得唔得？嗱，好啦，就係15蚊咪就，嗰個叫做真善美製裝。做啲咩噶？做包裝啦。嗯。包裝。咁啊，做過6個月之後，佢加我人工，有15蚊加15個半啦。哇！勁。就哇！嗰陣時好勁噶啦。工
人神父嗰陣時係咪比較前進嘅一批神父嚟㗎？即係 progressive 嘅。咁我做過個藝工狀，做過12年啦，轉咗14間工狀。哇！第三間被抽魷魚，因為第一次爭取講一加人工，咁話我哋咁少人工，咪要簽名就係跟隨人工啦。加人工，跟住被炒，一搞七七年。嗰陣時係咪冇工會這件事呢樣嘢咧？冇啦，嗰陣時未有職工民啊嘛。跟住我想入去工聯會添，我去做呢個食利配轉咧，我都去工聯會係葵興嗰邊。嗯。我都係嗰度打乒乓波咁樣試下睇下。有嗰陣時啱啱咪畫個風出咗嗰、那個。毛泽东第五集啊嘛，嗯，佢话点解你上去工联会？因为呢度工人冇咩工会，咪就系。跟住佢哋有一次嚟我哋屋企话，我哋知道你系乜嘢背景啦，诶唔好意思啦，唔可以乜嘢，就话叫我冇再冇再去工会咯。我嗰陣時想申請入去，因為冇其他工會叫你唔好再去工會，但係你都係工人啊，共產主義派別嘅噃。我都同佢哋講，同埋佢哋知道我係神父啊嘛，咪就係。我哋咧其實咧有條片咧就係關於你油麻地聽護嗰個事件喎，睇下你仲有冇記憶咯喎。金浩望神父呢？他来了香港传教也有10年了，但是自从1976年开始，他就在工厂工作，体验劳动阶层的生活。又在1978年和另一位神父搬到避风塘住家艇上面，开始另一种体验。八点好了，今晚我哋系啦，我坚持到底噶，佢抵翻领受咗我啲决定唔系。佢话1999年先拍，先填呢个油麻地，咪等到1999年连登咯。你有啲艇啊，唔係截得咁耐噶嘛？你知啊，有啲艇啊，霉霉地嘅，你截得咁耐，人都霉埋啦。呢個叫阿石。呢6年嚟，佢曾經為艇活事件參加過50次社會行動，其中有一次仲同艇活居民一齊被拉上警署，受到檢控。香港教會對於你哋參與社會行動嗰個態度係點樣？可能佢哋好尷尬，所以就係、都有時都冇乜嘢表示佢哋嘅自己嘅想法，就係都支持你，但係另外一方面都唔係話反對你咁樣。哇！頭先嗰條片咧，見到係咪你頭先話嗰個係阿石啊？阿石，依家仲有冇聯絡啊？而家係同另外一個姓林嘅家庭聯絡嘅。嗯。咁阿林生已經過咗身，不過佢嘅女叫做阿蘭咧，同另外一個叫做阿泰嘅另外一個艇户嘅女咧，都係有聯絡。我哋最近過年咧一齊食飯又咁樣啫。嗯。呢個係正面嘅，有負面咧。嗯，有啲人話有時佢嗰陣時有啲記者，因為我哋搞拘留權事件啊，1999年嗰陣時啦，問啲以前艇户嗰啲衰相失靚，話咁你哋覺得點啊啦？佢哋而家搞衰嗰啲拘留權，啊點同啊啦？我哋嗰陣時我哋嘅太太都係香港住啊嘛，呢啲人只係第六賴乜乜乜，喺個實施覺得好失望啦。咁我哋爭取得到，我哋爭取得到你哋嘅太太都嚟香港啊！咁啊，點解你而家冇好心就話使到其他人團聚啦？都係呢啲人係香港人嘅仔女啊嘛！嗯，所以就係嗰陣時，我哋一個諗法就係咪一個 reflection 啦？一個行動咧幾時成功？唔係話你爭取啲嘢。跟住你得到咧，就完咗，就係已經就係成功噶啦。成功爭取斑馬線嚟嗰邊，就搬去嗰邊乜咁乜嘅。呢啲乜嘢嘅咩成功嘅？成功就係你爭取得到啲嘢，跟住你繼續關心其他人，因為其他人未有你爭取得到嗰啲人咧，咁呢個先至係成功。
我讀書嗰陣時，廿年前，我哋就成日都會講啦，居港權要爭取家庭團聚。咁嗰陣時其實講大家都會好接受噶嘛。但係如果你依家講，唔係嗰陣時，大家都唔接受。嗰陣時相對接受啦。唔係啦，你講下依家。唔係啦，唔係啦，嗰陣時全部都反對我哋嘅，因為葉劉淑儀話167萬嚟香港噶嘛。係。雖然我哋好多人鬧我哋啦。嗰陣時其實多數都係用經濟啊。大家用經濟，成日都講經濟，因為經濟哇，夜哨資本主義社會啊嘛，錢有用啦，人冇用啊嘛，係咯，成日都講錢啦，係咯，但係依家更加多嘅討論係唔單止係錢喎，仲係講緊身份呢一個問題喎，咁唔係更加即係敏感咩？呢一個議題。咁身份就係都明白，就係因為你係香港出世，你係。都係知道，但係都要明白咧，就係每一個地方嘅人咧，就係會將自己嘅就係地方發展咧。如果佢開放啲，唔係話要均滿啦。如果你均滿咧，就係都係嗰個社會要越來越死啦。甩咁多牙？哦，我咪唔知系咪絕食嗰陣時。係咯，會唔會啊？其實上一次絕食大公佈話我做表演啊嘛。但今次我真的要撥你冷水喎。你以前咧就話自己係即係都係激進左翼啦 ，radical 啦。咁你就話嗰陣時啲老神父就嫌你太過激進、太過 radical。咁但係你而家相比起依家嘅年青人，佢哋反而話你唔夠激進喎。都要明白咧，喺唔同嘅時代咧，就係有唔同嘅思想啦嚇。問題咧就係話我哋都要。同啲青年咧分享目標同埋方法啦嚇。目標同埋方法，即係如果你想用一個方法，有咩行動即刻有後果咧？對唔住啦，呢個社會咧肯定冇乜嘢成功嚇。所以就話。我完全贊成你的意思，就是我們有一個民主和自由的社會，但是怎樣爭取呢？就是那些 methods， 那些方法呢，就是都要小心一點，就是因為呢，有一點危險呢，就是說你用資本主義思想的社會呢，就是爭取一點。什麼資本主義呢？你一個資本家呢，要我提出要什麼，就是什麼的資本我領出來了，一定要立刻要有利益，那就是這個是一個就是我們不可以接受的。如果想起你以前跟那陣時的老神父溝通，去講這個兩代之間的想法或思想上的不同，套用回你現在變成老神父了，咁你點樣可以同依家嘅年青人去溝通呢兩代之間嘅唔同咧？即係唔好咁隨便話。我而家就係為乜嘢目標，就係可以都係犧牲我嘅生命啦。得啦，同埋咧就係睇下你自己嘅思想係咪廣闊，夠廣闊啦嚇。咁你好明顯啦，就話如果你只不過話我而家唔理大陸，而家我自己教香港。去新嗰啲邊界啦，乜乜乜就係對唔住啦，你呢個肯定會失敗啦，呢個方法。如果你要香港有自由又民主，一定要同係第六係中國又爭取自由民主嘅人團結一次。但你冇話上邊乜嘢都冇啊，有300多個律師要坐監乜乜乜啫，咁我哋都要同佢哋一齊，呢個係方法啊嘛。
你唱《东方红》用广东话啦，试下。你识唔识唱咧？唔记得噶啦。六十年代咧，就好多青年咧，揸住嗰个为中国发展紧嘅新嘅社会咧，就系、做一个好似一个旗啦，好似一个 band 啦，咁样就话呢啲就系新嘅社会啦。你觉得嗰一段时间点啊？诶，嗰阵时。梗係啦，政府安排。嗰陣時，你覺得啲人有冇啲理想嘅？因為啲人有乜發言權啫啊！金仔屋企不分日夜都大開中門，歡迎啲街坊出入當自己屋企一樣。咁大人嘅，嗱呢個係做。你仲記唔記得曬佢哋啲名啊？唔係，嗰個細路仔記得啊，同埋阿英咧。我要啦嚇，多謝你啦，試一試呢。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Hi。試下先啦。Hi。快啲嚟試下。Good morning。可以多一個鐘啦。一班人一齊行一條路，咁我哋會去邊度？我哋都有時未必知道，就係全面我哋想會去邊度，將來或者經過乜嘢節局咧，就我哋會得到乜嘢目標。我哋嘅目標就係新天新地啦，新社會啦。咁樣喺呢為爭取呢個目標咧，我哋要彼此關心、彼此相愛啦、彼此支持啦。點解咁想同農民生活嘅？尤其是即係退休之後，農民就係頭先就話又簡單生活嘅人啦嚇。咁有啲人話咧，就係真正嘅英雄咧，就係工人同埋農民啊嘛。好多香港人爬上邊咧，因為佢哋未試過喺上邊生活啊嘛。我已經去咗20多年啦嚇，所以知道咧就係中國人民係健康嘅，係偉大啦嚇，就係咁。而不是話好似一個黑暗嘅，全部13億人全部都係黑暗嘅嘢，就要嚟留我哋嘅咁好嘅、咁光明嘅香港。係好，可能呢個思想影響。其實如果你上去嗰度咧，都係覺得人民生活得都好嘅，甚至有時好過呢度，因為呢度大家好緊張，嗰度係靜靜地咩。嗱，但係你頭先講嘅嗰種即係農民生活啊、農民嘅體驗啊，嗰種單純，其實依家仲係唔係咁單純咧？事實上咧，就係而家中國咧，就係有啲人就係中產階級，同埋有啲人就係我覺得嘅大部分人咧，仲係無產階級啊嘛。咁我都自己一個咁樣嘅例子，就係同嗰啲。聾哑學校嘅老師咧，佢哋我覺得絕對大部分咧，佢哋真真正正地為呢啲小朋友服務，而唔係話做呢啲嘢因為錢啦，因為佢想乜嘢嘅。新天新地新社會，你呢、個即係呢句説話其實都講咗好幾次啦。喺依家個社會睇翻，其實會唔會好大衝突咧？有對好多人問我，你會唔會翻去意大利咧？我話我唔會嚇，你想去邊度咪？我想入去讀第六啦嚇。我就話冇搞錯咩？就係而家咁多人想離開呢度，啲人話：誒點解？仲有想信中國會成為一個真係不斷地發展嘅就唔僅止係經濟上發展，都係民主或者自由。咁我哋相信咧就係、因為福音都有一句説話話，你無論你瞓覺或者
做乜嘢或者乜嘢咧，光確天確肯定會繼續發展，新天新地。咁我哋知道咁樣嘅情況咧，就都會繼續自己去做嘅嘢啦。咁跟住會唔會有啲危險咧？就係、話你做呢啲嘢，好似係海寧沙地出邊啦，或者咧，咁啊當然啊，就係乜嘢都會發生，不過係。我哋如果係我哋嘅心入邊咧，有啲平靜嘅情況，知道做緊呢啲嘢咧係最好嘅方法咧，咪繼續做啦，繼續生活啦。咁聽日嘅嘢咪聽日嘅事啦。你嘅宗教點樣同你一齊同行呢一啲咁樣嘅經驗啊？即係一定有高同低噶嘛？你參與咁多社會運動，即係好似依家咁樣，可能人哋真係唔拜你套理念喎。咁你覺得宗教其實可以點樣？同你同行啊！我哋基督徒咧，要知道就係十字架肯定有啦，就係甚至要自己要作準備，會唔會孭住自己嘅十字架啦？嚇！咁但係出邊嘅十字架，比如而家佢哋坐監咧，或者咁樣咧，當然係非常之辛苦，特別嗰啲未試過咁樣嘅情況。但係咧，唔係最辛苦，最辛苦就係。跟住耶穌有一個人出賣佢啊嘛，咁呢個佢對佢精神係最咁，所以係要繼續就係聽耶穌嘅説話，要孭住自己嘅十字架，日日都咁。有時十字架未必係坐監，就或者係要繼續爭取啲嘢，就係都冇咁多支持啦，或者咁樣。咁但係。都係應該接受呢啲少少辛苦啦，或者咁樣堅持落去啦。栽種過的民眾間會休息休息，在我的人民眾間會休息休息，栽種過的民眾間會休息。就是就是在我的人民中间会休息休息，在中国人民中间会休息休息。